陈乔恩发文庆祝43岁生日，许愿世界上所有的流浪动物都能遇到好心人。陈乔恩在社交平台发文庆祝自己的生日，他这样写道：今天我43岁了，我爱我的年纪。岁月会教会你从容地做自己，岁月让我有勇气也有底气去做每一个决定。祝我生日快乐，我的生日愿望，希望所有的流浪动物都能遇到好心人。从他的文案中可以看出来，陈乔恩的心态很好，每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都是积极乐观的。其实陈乔恩这么多年来能够一直保持冻龄的秘密，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就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就是永远让自己保持童心，就是年轻最好的办法。陈乔恩说自己的生日愿望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流浪动物都能遇到好心人。其实他的家里就有两只猫，非常疼爱。可以看出来，陈乔恩是一个非常爱惜小动物的人。